习会计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，因此我们想到以下三种方法。第一点，我们透过动画与游戏的方式来解决会计项目过多以及易混淆的部分。第二点，我们设计了电子书来改变传统的教学讲义。第三点，我们制作了快乐记趣网来提升学生们对于会计的兴趣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我们的快乐记趣网以及电子书的部分。我们的网页是以中国风以及武侠小说所围绕而成的。以下的三张图分别是我们的网页地图、游戏画面以及网页内容。而最后我要介绍的是我们电子书，上面的三张图分别是我们的封面图以及内容。希望透过以上的方法可以让同学们快乐学习哦。